这是我们的剧场。这是亲人共同的舞台，线已经缠到你身上了。决战的时刻到了。我将坠入。这个实验体也不行了呀。好痛，妈妈，我好痛，妈妈，妈妈。弗罗拉，阿加塔，贝拉，你们还好吗？贝拉，贝拉，贝拉，贝拉。骗子，全部都是大骗子！不要，不要，我不想死，我要让那些欺骗、利用我的人都付出代价。又来了，这是巴比伦塔，是当初关押西林让他受尽折磨的地方。好痛，好痛，每一步都好痛。这些都是西林的记忆。喂，有个实验体跑出来了，守卫在干什么？拦住他！不要，不要过来！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好痛，好痛，不要碰我。你们都是骗子，是魔鬼。我要杀了你们，我会杀了你们。是西林遭受的痛苦和复仇的欲望，让他变成了空之律者。我能感受到他憎恨人类的强烈心情。
它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要抓活的。把上次捕获的崩坏兽都放出来。这些人都疯了。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我会让你们全部消失。看来你也就这点能耐了，能撑到现在很了不起，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按住他。我会把那些虚伪自私的大人加之我的痛苦成百上千数万倍的还给他们。对不起，我知道你遭受了很过分的对待，现在才想起来，才来假惺惺的道歉吗？太晚了，太晚了！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如果我能早点去救你们，请你们相信我，跟我来吧。只会说漂亮话。没错，我想起来了。那些该死的大人曾经笑着对我说，在我们身上做的实验是为了制造女武神的圣痕。是你们，都是你们害的，我才不是你们的牺牲品。我会证明我的力量比你们更强，天命的人一个都别想活下去。德丽莎小心，他要发动攻击了。这就是我的复仇。机甲部队准备迎敌。让我来告诉你，人类的武器是多么不堪一击。那些人给西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痛苦，一道无法治愈的创伤，他内心的黑暗就是这样不断扩大下去。什么才是人类真正的力量？银色子弹20314准备发射，倒计时5 4 3 2 1，发射。你是酒喝多了吗？连自己的女儿都认不出来了。这也是羽毛的力量。他们正好，就让我在这里把你们都来。西林，这是专门留给你的蛋糕。蛋糕？我记得妈妈活着的时候带我吃过一次。只尝一口的话，这个味道真好吃，就像是那时候的味道。
不起啊，西林，这两天让你寂寞了。所以，明天我们就一起去逛街吧。逛街？我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杀掉他们？他们根本不是我的父母。算了，这里是我创造的幻境，只要我想，随时都能动手，不用急于一时。哼，就先看看他们还能搞出什么花样。平凡而幸福的日常，如果没有遇上崩坏，如果妈妈没有死，我也能拥有这种幸福吗？西林，我们去这家店试试吧，这里的衣服看上去很可爱呢。哎，真是为难呢，我的女儿不管穿什么都那么好看，真想把这里的衣服都买下来啊。那我穿这件怎么样？呀，我的女儿真有眼光，你穿着这身衣服就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女孩。来，快让妈妈抱一抱。等等，不行，不，不要抱我，我不想被抱着。刚刚我在想什么？我一定是疯了，居然有那么一瞬间渴望她怀抱的温暖。那个女人并不是我的妈妈。爆炸！切，这种小玻璃渣，休想伤到我！西林，危险！啊，你在做什么？不要怕，妈妈会保护你的。妈妈在这里，就在你身边。Ich liebe dich，西林。妈妈，骗子，骗子，你这个骗子，你早就知道我不是你女儿了，你骗我。西林，你听我说，你明知道我不是你女儿，还装成关心我的样子，偷偷接近我。果然你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我，你和其他人都一样，都是骗子，大骗子！不是的，西林，我其实……可恶，可恶，可恶！你们都给我滚开！为什么要欺骗我？为什么？为什么？虽然只有一点，但西林的杀意减弱了，比起憎恶，他心中更多的是失望和愤怒。好痛！住手！不要！不要再伤害我了！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西里，我死了吗？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只有寒冷。到最后，我都只是孤身一人了。妈妈，我好了。妈妈，没事了，西林，没事了，西林，可怜的孩子，我从没想过要骗你，在幻境中。我看到了你的孤独和痛苦，我是真的想成为你的妈妈，补偿你失去的东西。可惜，那个时候，我什么也改变不了。至少，在你生命的最后，让你可以感受到温暖吧。西林，伊雷本蒂。
里巴蒂。又是这个梦，有点渴了，去接点水喝吧。西林，那个时候你都梦到了什么？Ich liebe dich， 在你心中无数次地回想着这句话，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记忆的影子无法给出答案吗？明天再和大家聊聊吧。怎么了，天哪，一觉醒来突然心不在焉的。没什么，我没事。看那副表情，我又害你担心了。其实我没打算瞒着你的，毕竟已经答应你们不会什么事都自己扛了嘛。只不过有点复杂，我还没组织好语言。Bronya 不介意，按照 Kiana 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讲出来就好。Bronya， 可能有些突然，你觉得西林是个什么样的人？西林是指引起第二次崩坏的空之律者西林吗？在梦里我一遍又一遍地经历他曾经的记忆。西林是律者，是人类的敌人，可那梦中更多的却是遗憾。世界给予他痛苦，他就以仇恨和憎恶对待他人，但也有人给予过他爱，令他展现出一点点微弱的善意。抱歉，这么说感觉像是在为他辩解一样，也许是我被那些记忆影响过深了吧，看来我还得多加努力呢。天哪，不需要为此道歉。 Bronya 很高兴你愿意讲出心中的烦恼。西林引发了第二次崩坏，Bronya 的父母就死于那场灾害。你恨他吗？如果说完全不恨，应该是谎话吧。但那些灾害都是 Bronya 懂事以前的事了，说实话没有什么实感。第二次崩坏以空之律者西林的死亡作为终结，他已经付出了该付的代价，所以 Bronya 的恨已经结束了。 Bronya 倒是觉得 Kiana 的话没错，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倒映出世界在他眼中的样子。 Bronya 还在当雇佣兵的时候，就像一把没有感情的兵器，对世界只有冰冷的杀意。后来是可可利亚妈妈把 Bronya 带回了孤儿院，是希尔告诉了 Bronya 什么是家。人生原本就有许多可能性，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人会影响他，改变他，让他走上不同的路。无论是西林还是 Bronya， 每个人都是如此。支配之律者不也正是利用了这点，激发人心中的负面情绪，以此来利用他们危害世界的吗？可不能屈服于负面情绪啊。没错，这正是人心的强大之处。不过如果你指的是藏在你身体里被奥托唤醒的那个西灵， Bronya 讨厌他，
因为他给提安娜带来了痛苦。谢谢你，像这样坦率地说出心中所想，坦率地道谢，总感觉像是变回了以前的提安娜。我也觉得，还是这样更适合我们。感觉心里畅快多了。一直站在训练室里讲话，好像有点浪费。Bronya，要不要久违的来场比赛？好啊，是比现实挑战，还是总击坠术，还是来单挑？事先说好，就算是模拟训练 ，Bronya 也不会放水的。正合我意。还在圣弗雷亚的时候 ，Bronya 一次都没有输给过 Kiana。今天可就不一定了。天哪，进步了不少呢。那是当然啦。看来 Bronya 也要使出全力了。尽管来吧。好久没这么全力以赴的对决了。精疲力尽了。果然 Bronya 好强啊。奇怪。Bronya, 怎么了？果然还是用不出来。理智律者的力量还是没有恢复。还是不行吗？明明已经击败支配智律者了。Bronya 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确实有些不对劲的地方。最开始以为失去的力量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但过去了这么久，还是……我们说不定漏掉了什么关键性的线索。可是人偶都被消灭了，我们也回不去支配剧场，该怎么去找你的力量呢？Bronya 不是依赖律者力量战斗的，所以没关系，只是有点担心这件事背后有别的意义。其实我心里也一直有一个没解开的疑惑。在支配剧场里，我用控制律者的能力打开通道的时候，是做好了被夺取全能的准备的。毕竟人偶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掌握新夺取的力量，只要在这段时间内打败他们，就是我们的胜利，这是一个值得的赌注。可奇怪的是，我的力量并没有被夺走，就算在之后的战斗中再次使用控制律者的力量，也没有遭到任何阻碍。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是他们知道大势已去，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索性放弃挣扎了。但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更奇怪了。夺取律者全能明显更有利，为什么他们要停手呢？
确实很可疑。他们为了控制绿者的全能蜂拥而至，有机会时却不下手，是有什么别的用意？想不通。这件事我会去告诉博士他们，重新探讨商议。提安娜，你也要小心。我会的。啊，不行，好饿啊！我先去食堂了，待会儿见。哎，吃饱了，吃饱了。哎，希儿，对这自动售货机发什么呆呢？这东西好像坏了。坏了？你没按确认呀，你看，像这样一按，哼，就掉出来了。给，你的芥末花生。怎么回事啊，希儿？搞得像第一次用自动售货机一样。哼，还不是因为某个笨蛋非说什么偶尔也该让我吃点自己喜欢的东西，麻烦死了。早知道不来了。今天的希儿好像变了一个人。不过不管是哪天的希儿，都是希儿没错啦。那是当然，我们可都是希儿啊。你呢？跟你那另一个人格打架打得怎么样了？糟糕，我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要是让希儿知道，绝对会生气的。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善恶并存的，你不用这么在意这个。相信你愿意相信的，坚持你想要坚持的，这不就够了吗？我都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希儿果然好厉害。啊？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就看出了我在烦恼什么，真的好善解人意。谢谢你的建议了。原来你在这儿啊。嗯，刚刚和爱因斯坦博士他们商定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结果错过了食堂饭点，就来这儿看看。你在找我？是出什么事了吗？也没什么事，就是想聊聊天。怎么了？突然这么拘谨，要聊什么呀？是关于西林的事。西林，第二次崩坏的时候，许院长见过西林，对不对？直到现在我还很难过，我没能救下那个孩子。他已经选择了与人类为敌，许院长也想要救他吗？那个孩子做了很多错事，但那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而是因为他身边始终没有能正确引导他的人。教会孩子分辨善与恶，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本就是大人的义务。他没有得到正确的教导而做错了事，如果我简单的把所有过错都推到他头上，那就是在逃避责任。我时常在想，如果我能早点发现巴比伦塔的实验，早点把西林接到圣弗雷亚，也许我就可以拯救他，也就能避免那场灾害。但这世上没有如果，已经发生的过去是无法改变的。许院长，我们只能努力阻止西林那样的悲剧再度重演，这也是塞西利亚的愿望。妈妈，塞西利亚吗？塞西利亚，她曾经被西林困在幻境之中，我不知道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但西林只有在面对她的时候犹豫了。我从塞西利亚的眼神里能看出来，她是认真的想要拯救那个孩子。以她的性格，恐怕直到最后一刻
都没有放弃过努力，就算明知道已经太迟了也不会放弃。唉，他就是这样的人，一旦认定了什么就会做到底，哪怕会让自己受伤也要用善意对待别人。他的温柔拯救过许许多多人，包括我、齐格飞、石宇绮罗。他就像美丽的月光，宁静地洒落下来，让我们知道了何为温暖，何为爱。所以我相信塞西利亚的选择，我也会将塞西利亚的爱和善意一直一直地传。真是个温暖的故事呢。谢谢你学院长，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我会认真考虑做出自己的选择的。唉，久违的讲了这么多往事，连我也有些伤感了。今天就泡一杯塞西利亚花茶吧。啊，烦死了！冷静点，特斯拉博士，调查进度并不会随着你的嗓门分贝上升而提高。发生什么事了？只是人偶事件的一些余波。什么？还是我来说吧。在我们成功消灭了1000个人偶个体后，那些人偶的宿主们也渐渐恢复了正常。他们自身并没有与绿者建立密切联系，我们并没有很好的手段追踪这些人，只能通过调查来推测。近2个月内的失踪报告、当事人突然性情大变的目击证言，以及对自身变化有所察觉的自主申报，大概有这些途径。当我们把这些报告结果汇总起来之后，惊讶地发现总数远远超过了1000。什么？人偶的数量不止1000个吗？先别急，不用这么快下定论。我们最开始也吓了一跳，但在深入调查中发现事情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失踪报告和目击证言里涵盖了一部分与人偶无关的独立事件，这些还在我们的预估范围内，而自主申报的部分就可疑的多了。有些人的自述里前后矛盾，去核实的时候就说是自己写错了。最离谱的一个，当面问了他3次，3次都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版本。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人在撒谎。没错，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风声，听说受到了异常力量影响后搞出来的乱子可以减免追责，就想着把自己干的龌龊勾当借机甩过出去。他们不知道人偶的事，就胡编乱造，说自己被外星人抓走了，吃了毒蘑菇了，被恶灵附身了之类的。而真正受到了人偶影响的人，往往精神涣散，逻辑混乱，根本说不清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边要努力从这些人混沌的叙述中复盘他们的经历，一边还要花心思分辨出浑水摸鱼的家伙。都是因为这些混蛋给逆商的调查工作造成了严重的阻碍，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确认真实受害情况。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决定继续维持人偶和其宿主只有1000个这一结论。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好事吧。哪里好了？真正受害的人数并没有增加，支配之律者造成的灾害已经到此为止了，想到这个就松了口气。唉，你的思维方式还真是乐观啊。嘿嘿，一般般啦。刚才的这句话不是在夸你。不也挺好的吗？特斯拉博士也许应该学习一下像这样改变看问题的角度。我才不需要。喂，抱歉，没有撞到你吧？还好还好。希尔，你怎么站在门口？我问了其他人，说你在这间会议室，我就来找你，刚要敲门就……先不说这个了，刚才我没有对 Kiana 说什么奇怪的话吧？奇怪的话？没有啊，不如说我很感谢希尔给我的建议呢。那就好，他不肯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担心得不得了呢。再有什么烦恼的话，也请不要客气地来找我商量。提安娜是我的朋友，能为朋友出一份力，我也很高兴。谢啦，那下次也拜托你了。嗯。
累死了累死了，训练的时候一直在想东想西的，结果一不留神就到了这个时间。我果然还是不擅长思考太复杂的问题啊。不过大家都很为我着想，就算我问了莫名其妙的问题，也没有一个人在笑话我，都做了很认真的回答。大家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关心我，帮助我，我真的很幸运啊。谢谢你们，谢谢。谁？奇怪，这会儿大家应该都睡了才对，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吗？门外感觉不到气息，也没有敌意，不过不能掉以轻心，一旦确认危险存在，就要立刻通知所有人。为什么？这是支配剧场。谁？明知故问，提亚娜，你来了，终于来了，我们等你好久了。我们？为什么？作战明明成功了，人偶应该消失了，想知道怎么回事吗？很想知道，对吧？那就来呀，来呀，让我看看你的决心。还有人偶活着，支配剧场也没有消失，难怪理智律者的全能没回来。可是为什么？是有漏网之鱼，还是他们不止1000个？看错，你才是最有资格的那个人。资格？你在说什么胡话？我认识你哦，提亚娜，拯救了我们城市的英雄，空之律者提亚娜。你是在天球市生活的人？是啊是啊，我们还见过面呢。你不记得我了，但我一直很想再见你一面，一直很想当面感谢你。那时的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学生，在天穹市的城郊长大，从来没有离开过。可突然有天，怪物闯进了学校，碾碎了我习以为常的平静生活，校园化作了一片废墟，我的朋友、同学、老师都被埋在了瓦砾下。我亲耳听着他们的求救声逐渐变得微弱，变成沉默，而我却只能在一旁不断哭泣。也许我的人生也要到此为止了，也许不会有人来救我们了。我这么想着，就在那时你出现了。你笑着摸摸我的头，对我说，没事了，你做得很好，救援马上就回来了。你看起来没有比我大多少，可你的笑容却坚定、勇敢，又漂亮又耀眼，就像一道光照在我身上。我擦干眼泪，重新鼓起站起来的勇气。学校变成了废墟，但至少我还活着。对那时的我来说，你就是希望的化身。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切都能好起来。但是我错了，活下来的我反而成为了众矢之的。街区的孩子们都在同一所学校上学，而我是唯一的幸存者。周围的大多数家庭都在那场灾难中永远失去了血亲，
他们互相搀扶勉励，却唯独与我的父母渐行渐远。凭什么只有我活着？却出声音一点一点扩散，最终变成了仇恨。没有人愿意给我们藏身之处，没有人愿意给我父母提供工作，甚至灾后救助也以各种理由退后了我们家的申请。灾害没有击垮我们，身为同胞的人类却做到了。母亲整日以泪洗面，原本勤劳奋进的父亲开始酗酒，变得暴躁。有一天我听到了他酒后的喃喃自语，如果他也死在那场灾害里，就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裂开。然后有个声音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欢迎来到支配剧场。我时常在想，如果不是你救了我，我就不用饱受折磨，我的父母也会过得更好。那之后很久，我又听说了你的事，你拦住了那颗炸弹，拯救了整座城市。后你自以为是的英雄之举，却给我带来了更多的痛苦。人心的卑劣远比灾难更可怕。既然活着比死去更痛苦，那你为什么要救我？既然未来比现在更黑暗，那你为什么要劝我看向光明？既然你自诩英雄，终于在这里我找到了答案。看吧，这座剧场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盲目冲动，自私悲哀，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即使任凭他人摆布，当一个可悲的演员，一个愚蠢的人偶。我要谢谢你，你把我丢在这个绝望的舞台上，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一点啊。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我也是如此卑劣的、丑陋的人类中的一员啊。我不会被你迷惑，你是支配之律者，不是人类。你放大这些人心中的负面感情，诱导他们走向极端，但你只是个拙劣模仿人类思维的木偶，人心绝不是如此简单的东西。而你的宿主那个女孩也绝对不是这么脆弱的人。哼，随你怎么说，看来你还是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啊。来吧来吧，我还有很多故事要讲给你听呢。我救了那个孩子，却让他陷入更艰难的处境，我的努力带来了更糟的结果吗？你又追上我了，作为奖励，我可以给你提问一次的机会，仅限一次哦。你的宿主，那个女孩，她还活着吗？唉，什么？居然是这种问题，真没劲。啊，好吧，好吧，我回答你。谁叫我们比人类诚实多了呢？那个我，姑且还活着。不过被周遭的人排挤，被父母冷落，心正在一点一点地走向崩溃，生不如死。这都是你的错，是你救了那些折磨我的混蛋，那些人根本不配活下去，你就应该让那颗炸弹把他们统统炸死。我不会那么做，就算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也会阻止那场灾难。那你就是他们的帮凶、共犯、刽子手。他
们把失去至亲的痛苦扩散到幸存者身上，这是人心的恶。但是你也说过，他们互相扶持，彼此鼓励，争取早日走出阴影，努力地活下去，这是人心的善。每个人心中都有善恶并存，这不会成为我放弃拯救的理由。那算什么？为你自己的辩解？也对也对，毕竟你自己就是那个最大的恶。说了这么多我的事，也是时候该说说你了。我该怎么称呼你呢？提亚娜，实验体 K423， 还是空之律者西林？你的目标难道是？答对了，答对了！你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可以造访有成为同伴潜质的人。可他的意识被你压制得太惨，我们没法把线缠到你身上，也就不能邀请他来我们的剧场做客。所以，我们决定了，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把你拉进我们的剧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弱小，但只要凝聚起所有人的力量，就一定能让你产生破绽。你们那些小陷阱、小花招，甚至包括在我们的剧场里开炮，我们都不在意。因为从你进入剧场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成功了。来吧，来吧，让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吧，是时候给剧目一个收尾了。支配之律者从一开始就计划了这一切吗？难怪他们完全不在乎同伴的牺牲。人偶变多了。是不是很疑惑？是不是很苦恼？我知道你在猜想些什么，但那种事毫无意义。人偶只不过是人偶，你们从未发现真正的支配之律者。这里不错，视野很好，适合出演最棒的剧目。虽然已经是中午了。哎呀哎呀，演员已经等不及了呢。你们真正的目的是刺激西林的意识，让空之律者再度觉醒。对对，现在外面都觉得事情已经平息了吧，大家都迫不及待想回归正常的生活吧。虽然逆商心中还有疑虑，但在公众的压力下，你们也只能被迫说出危机已经暂时解除。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在这种时候我们再度登场，并且带着空之律者一同回归，猜一猜倒是人类会怎么处置逆商呢？哦对了，瓦尔特他们之前可是一直在坚持提亚娜卡斯兰娜能够控制自己的力量。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的。不过那是我们之前的计划，在这次行动中我们有个意外的收获。提亚，你或许比西林更有资格成为我们的一员呢。来吧来吧，为你准备的审判开始了。审判，审判，审判。肃静，肃静，现在开始对新成员的入场资格进行审判。报上、我知道我知道，他叫提亚娜，提亚娜卡斯兰达。不，他才不是什么提亚娜。可怜的小家伙，连那个名字都是偷来的。不过别担心别担心，这里的大家都是这样，我们和你一样都是失败者。不要用你们那一套标准来评价我。哦，嫌弃我们？你有那个资格吗？我们是人偶，你又是什么呢？
装了。天哪，你不是人类，你根本不是。肃静，肃静！新成员，供认你的罪行。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让一个叫齐格飞的男人失去了一切，他为了救你失去了女儿，不计前嫌把你养大，你却砍断了他的胳膊，还恬不知耻的管他叫老爸。你控制不了自己，又不肯乖乖被关起来，害得你的朋友们都无家可归。你说着要为世上所有的美好而战，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老师。你伤害了最好的朋友，害得他为了你去了那么危险的地方。你做着所谓的英雄之举，可你身边的人却越来越少，世界却越来越糟。你是恶人，你是罪人，你的善举根本弥补不了你的恶行。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你内心的声音，真正的想法，深不见底的绝望与苦楚。你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知晓痛苦的味道，你比这世上的任何人都更适合成为人偶的宿主。认清自己吧，面对现实吧。我已经听够了你们的胡言乱语，这场荒唐的审判该收场了。你们迷惑不了我，我不会屈服，更不会绝望。唉，亏我们还特地给你放了一遍第二律者的记忆，你就没有任何触动吗？不会感到羞愧吗？果然是你们搞的鬼，抱歉，这招对我不管用。我身边有许多信赖我支持我的人，他们教会了我什么是该做的事，如果你们想用这些来动摇我，还是别自讨没趣了。信赖你，支持你，是包庇你，纵容你才对吧？明明知道你是空之律者，是人类最大的危险，却还是冒着风险让你活下去，甚至搭上性命去保护你，挽回你。可他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做？不管是塞西利亚还是妻子，在拯救西林、拯救你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考虑过世上的其他人？有没有设想过会有无数人因此活在恐惧中？没有，他们放着千万条无辜的生命不顾，选择了你，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这就是你口中该做的事？呸！自私自利，只不过是伪善者的自我感动、自我满足。够了！哦，生气了，不允许我评价你的同伴。别误会，别误会，我们当然知道，你这么一路走来，早就经历了许多，不管我们说什么，也难以撼动你的意志。可我们也知道，即使是这样的你，也会有未尽的遗憾，也会有难以弥合的空洞。我们清楚你的一切，你的内心，你的煎熬。你明明知道普通人不可能从虚数空间里生还，却还一遍又一遍地欺骗自己。你明明知道除了逆商，天命和世界蛇都在搜寻极意宝石，结果至今一无所获。你心里早就明白真相，可就是不愿承认，还自欺欺人地说出我一定会带你回来。什么？看哪看哪，我们还没有说是谁呢，果然你自己也很清楚嘛。他就是你内心最脆弱的部分，是你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痕。如果能回到那一天，如果能换回他的性命，你愿意付出一切来偿还自己犯下的错。但你就算嘴上说着不会动摇，等到事实摆在面前，你真的还能继续无动于衷吗？当那个时刻到来，你还能相信自己说出的美好吗？你做不到，做不到的，因为你选择了一条无聊至极的伪善之路，一条注定没有终点的愚人之路。剧目差不多也该到高潮了，是时候揭露振奋人心的翻转了。在希望与快来快来，让我们好好看看吧。怎么样，
怎么样，很眼熟吧？还记得是谁拿着它吗？知道它为什么会在这儿吗？记忆宝石，对对，说出你心中的回答吧。无量大姬子已经死了。